食飯的時候如何省錢，由於我和林先生都是很為食的人，請食飯其實很開心的，我們請食飯開心，不過
过我哋同事都可以学习食饭嘅时候要如何悭钱。于是乎，我哋请嚟咗我个好朋友，佢寻日咧就语重心长地同我讲咗呢番说话。我觉得量唔系好大嘅人咧，其实佢哋系可以 share 佢嘅食物噶啦。就打个比喻，好似我哋去食饭 ，so A 就拎一个菜 ，B 就拎一个肉。So 其实佢哋 A 同 B 加起嚟，佢哋计嘅钱嘅饭菜系一个肉同埋一个菜。instead of 佢哋各自拎一个肉一个菜，如果唔系两个加起嚟就变咗系一个肉两个菜嘅价钱啦。嘅老细计你系 based on 你嘅菜量啦，菜定系肉。所以如果你各自拎就变咗系计你一人拎一个肉一个菜。如果你哋一个拎肉一个拎菜之后，你哋两个分 ，actually 你成个 cost 系计一个菜一个肉。